聖菩薩，我今日使個問題，我真該做夢的代誌，若是會使，請用杯，謝謝。好，會使，真該找人做一個夢，夢中我手提四塊足大塊的金塊，其中有两块金块有观世音菩萨，其中两块有乌龟壳的样子。请问，还有就是印有观世音菩萨的金块比另外两块乌龟般的金块还要轻。然后旁边有一个男子就说：“那两块像乌龟的金块是假的。”然后我就拿两个手表，潜水表给他鉴定。要拿回来的时候，他却说少了一个。然后梦中我还有一条金项链，请问菩萨，这个梦境是要告诉我什么呢？请观世音菩萨指示。59天，有心作福莫迟疑，求名清吉正当时，此事必能成慧合，财宝自然喜相随。请问观世音菩萨，我可以问私人的问题吗？考验题可以问吗？谢谢。如果可以问考验题，那请应付，谢谢。哦，可以问考验题，可以问应付呀。哇，应付好。请问观世音菩萨，我从国小到现在
有跟女孩子接吻过吗？如果有，加硬杯，谢谢。啊，没有，没有，准，准，啊，没有，准。请问观世音菩萨，我今年能够结婚吗？如果可以，加一波，谢谢。哦，可以啊，可以，可以。谢谢，好，谢谢观世音菩萨指示，谢谢。